好痛，好快啊、哦！他呢？冰川交错，往前冲，然后第一拳超人往前冲一拳，打出三个冰。我赢了，最终吗？三至三退过，三至三，恭喜！哇，六六六，哇！大地之戒。那要进，好看就是这一招。我知道所有第一次但整体伤害降低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伤害。是了，增加火焰弹。差一点就死掉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龙卷风。熟悉的一三打最终，我还不知道最终长怎样哦。你没打过，真的是雷，不是雷死啊，一定会死。嗯。所以他最后还有一个，还有一只 boss 啊、哦，还有一只 boss， 还有啊，两条血的 boss 哎、欸。哇！加油！哇，这是不能摊刀的，他怎么打？哇！就一下一下慢慢打，可以帮我加油吗？这样就加油！哎、欸，打晕他了！哦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。真的假的？加油！开攻略啊！好看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球星闪电，强，真强干嘛？嗯嗯。造成二次余震。哦啊！嗯，哇、哦，拜你牙签血，你还在打、哦？看你只是关台，只是继续玩嘛，开台啊，开台玩啦、啊！你这样观众很难过哎、欸。我只是选技能而已，我四技能。屁嘞，你还有回血？屁嘞，你还有第二条命啊？刚刚我就讲第二条命了哦。啊，史莱姆！哇，他是。哇，他所有法术哎，好扯哦！对啊，他就是会那个刚刚陨月的破坏时光，可是从另外一角然后夹过去，你懂吗？就顺时那个时针跟分针，他会夹一圈哦。对，从后面先设一个方向，然后再各个往左右点中方向走。嗯哼，哎、欸，还有那招我不知道怎么躲，没有。所以你有先看过别人怎么打？没有、欸、我准备了，因为都已经打到后面去了，可以开始看攻。嗯，对啊，有基础再看会比较好动。哦，可恶！要睡觉了，晚安晚安。你这方是弹弹幕游戏哦，很小哦。这不是本来就是弹幕游戏，这本来就是啊。我觉得他好，这是奥数大师哎、欸，好扯哦。打过他就会，我要举头。你打过他就说，哇，你是个奥数大师，百年难得一见奇才，已经超过三十岁。哎呦，我是用风系的哦。哦，现哦，你是中多招，完了。好啦，差不多了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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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我全部进去。你尽力了，下一回合吧。赢了，再来一撞吧。哦哦，好啦，你可以删游戏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别提了，技巧与威力，毫无疑问的啊！我现在是剧透你们，不会啊，我没怕。毫无疑问，你已经成为合格的传说法师。别说太多，我们必须庆祝这一时刻。别说太多，你第三十岁了，干的！你们首领击败。哦，然后我到了那个，我回到城镇，然后大家迎接我。哦拍照给你，拍截图给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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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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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。哒哒哒哒哒哒嘟嘟嘟哒哒。但是我还不晕呐、啊，我被他打死了。然后那个商店跟那些家具都来庆帮我庆祝。球代打。
球太大了。你是用什么方式过的？电？我，我是用那个风。等下，我再看现在剧情。传奇徽章，通过混沌势力的人才能获得印记。哦，土气增加伤害，先回个血，然后增加伤害。好猛哦，超强的、啊！会，好嘲讽哦！没有啊，没想到才第二天而已耶，好猛啊！哇哦，这是我可以删游戏喽，再见喽！嗯，有人破关了，我们可以换游戏。什么？啊，我是用你们可以看左那个，我下面有啊。封的，然后你要看你下面左下角，我的画面左下角，画面左下角，哦，都两个是本招吗？对，一个是风切的，然后一个是雷电轨迹，然后我那个大绝代是冰的，快死了，然后后面拿到那个火焰的那个当主力，然后当那个最后一段的主力，然后。那个如果是近身小兵太多，我就开那个什么雷电的防身，增加攻击。然后主要是那个啊，主要是因为我拿到暴击的，我拿到吸血鬼眼镜，还有那个武士刀。嗯哼，武士刀是加暴吗？还是三倍暴击？加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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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烫哦，拿武士刀加暴，好危险，很危险，会死人哦。那不是，那不是加暴，那是杀人的。你是不是杰瑞在就怪怪的？没有啊。明浩，你是不是在画？对啊。你没有听到那个手写板一直在敲打的声音？我就是听到那个声音，我才知道说瑶在画。你说我已经打好草稿喽，背景已经抓好喽。Wizard of Legend， 抽我遇到抽卡师了，要给他抽吗？所用时间你可以试试看啊，所用时间45分29秒，获得金币1600，收集宝石228。抽的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我回到博物馆。那所以你结束后是给你一件披风吗？我再看。一些古老神迹一点都没有发，这些通常都会发生。我要继续相关。我的那个、欸，他把我的龟派气功给换走了，苦苦哦，惨了。他换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给我。传说法是心爱的奥数。他那个你如果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斗篷跟东西破关，他就会把你展示在那个博物馆前面，因为你是成为传说大师，你就等于是回到过去。他故事剧情是这样，你回到过去，然后你成为了传说大师之后回到博物馆。这是他的故事剧情。啊，飞机好了，删游戏，删游戏了，删游戏了。应该就是我选择的东西啊，它就展示在这边。嗯，删游戏了，听见了。传说法师是第一个成功通过混沌世界的。哦，就是在我们那个、啊、玩之前是没有人通过的。写攻略啦，写攻略喽。我想 boss 用完技能是不是会就打到他的话？你看他周围嘛，周围如果没有怪，他就会晕。周围没有怪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光，那个是云月那边。哦。因为他你是怕护盾吗？他今天突然打嗝，对他黄金的时候是你没办法晕他、僵直他。哦，欸，你今天是因为我的什么原因才打嗝啊？仙人掌啊！哦，就开局的时候，白痴啊！然后一开始碰撞的时候跑几句仙人掌那边，
然后就是我跟不上你们的话题，就是王国之战哦。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场的时候会有几秒倒数，哼，啊，然后倒数的时候就是无敌嘛，啊，大家都不能动。啊，我被挤到那个仙人掌旁边去，啪啪啪啪，就只有我而已哦。然后因为就笑到打嗝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一开始开始狂打嗝，剪精华喽。不懂在笑什么？就好笑啊！所以呢？所以我有拿到什么？我刚哦，斗篷没有拿到，可是我有拿到那个，我拿一个符文。啊，可是我这一关差不多了，我的大招被我的好用的招式被弄掉了。召唤幻影部队哦，特殊的。来啦，8591花多少通关？到。哎，三十号，笑到横膈膜抽筋。我是有听过制止打嗝的方法，但是还没有听过如何发生打嗝的方法。你们那人设为什么一堆耳机啊？我没有耳机，好险！以前有这样子，可以吧？又不是我吧？就你呀、啊，就是你啊！那时候跟你讲说你没特色又戴耳机，要换的吼。你要换怎么样？很早以前就这么讲了。要换一个国旗脸吗？爸，你这样直接画国旗。好像可以啊！啊，你看杰瑞都这么说了，我说不代表什么，好不好？欸，他会听啊，搞不好。欸，我忘记了那时候我那时候好像有截过一个观众对话，他是问杰克在哪个国家吗？对，有啊。哦，那是好帅啊！所以捷克在哪个国家？在捷克。我们觉得要请教在欧洲吧。其实我会四招四到死掉哎、欸。怎样藤蔓的技能？技能？技能？长毛太长了吧！我这我卡住了。快点！我心力太强。我真不敢相信，我现在还活着。我真不敢相信，这个时间你还醒着。你现在他现在作息不是都很乱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一样早上就起来了。啊，对啊，你不是要那个了？那、啊、你还不作息正常一点？你不是要考试？你要哪个？你要哪个了？考试谁？你呀、啊？没有啦，校招啦。哦，我就想考试哦。要会考了，不是要会考了，不睡觉了，快睡啊！要会考，明天早起啊。校招不用啊，反正校招以后有人叫你去。校招你想作息乱都没办法。对啊，反正就是在那边混吃得死一个礼拜。不用校招，我暂时不用。没有通知，这个时间叫招好热哦。对啊，要看单位啦，有些单位遇到叫招的人，他会对他特别好。你也怕？有听说？怕叫招的人怕投诉啊？现在其实很多都怕投诉啊，反正没差。可是我记得有一次，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天兵，他就在那个用手机在那打卡，所以那一阵子的教招特别严格，好像是前面也不是严格啦，就是有一些比较麻烦的规定，嗯，就是有些规定要比较麻烦，就是没有那么随心所欲。
就是不管是里面的班长或是一般的教招，哇哦，被抓背一下就死。教招是什么？教招哦，你是男生吗？是的话，你18岁或大学毕业后就知道了。没有、啊，当完兵之后就才会知道了教招。哎、欸，可是不一定，他们现在不是募兵制吗？还是会吧。没有啊，募兵制还是要4个月的那个教育训练，那个什么？那他们会教招吗？一样会。哦。对。他们那个什么那个4个月的那个军事训练，这里会体验募兵制的，该不会是杰克吧？你是女的，那你不用免疫吗？为什么免疫？瘦吗？不是，你太矮了，心率不准。哦哦，干嘛想那么多？是想到。想到什么东西心率不准啊？没有，就心脏是 J 开头的啊。这。你们还在玩啊？你怎么还不下去隔壁玩啊？这什么鬼啦？你怎么不去隔壁玩啊？对啊，你怎么不去找音乐？隔壁没冷气啊，不要来啦。隔壁没冷气、啊。那你用团团的电脑登你的 Steam 啊？我直接买哦，你们真的是哦。哎，买啦，还不买？还没买啦，等一下啦。买啦，开台啦。什么鬼？然后他开台，我们就要睡了。对啊，然后你们就要睡觉了。没有啊，杰瑞破关了，我们准备删游戏了。对啊，有人破关了就可以删游戏了。嗯，我要洗技能。我没想到我用这几个烂招，我可以打到这么后面，我竟然还撑得住。那感谢 follow， 我想把眼镜洗出来。眼镜哦，对啊，我觉得眼镜很重要。可以，吸血鬼眼镜吗？还是你是说分析镜、啊？不是，我说吸血鬼眼镜。哦，我要去收衣服。再见，波波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好像真的从来没看他卖过？你的那个水珠，水珠有啦，有哦，有。你是说水的普攻吗？没有啊，喷射白光。嗯，喷射白光哦。哎、欸，我吸血鬼是不是？我刷刷看，应该是有啦，应该不可能没有。然后就比较飞嘛。长什么样子啊？那叫什么？潮汐波暴？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水流射线。可是潮汐波暴感觉蛮酷的。是什么？潮汐波暴会出现3个球，然后往前炸。哦，哦，我哦，鱼月刚刚是有用过。有。嗯。火焰锁套。火焰球。水流波纹。好，等一下慢慢看。他把每个技能都讲过一次，都不错用。啊，我就只能用2个技能哦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想一次带满啊，不行啊，不可以带啊。那要成为巫术大师。而且他除了那个基本属性之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的、不带属性的那个的攻击的招式啊。嗯。但是我现在有拿到一个，就是他那个过、第一次过关给的。叫幻影部队，那是什么？会召唤5只那个。这个吧，是潮汐爆破，波动领域，水之波动。你在跟我讲说神奇宝贝的吗？是的话就背你几秒啊、哦。龙之波动，我蛮喜欢这个的。阿比伦天平。阿比，哎，哦，好，真的好难洗哦。
哎，电池，开台洗技能，电池买。天平超雷会吗？我觉得很棒哎，我觉得天平不错用啊。听那个，我听起来感觉好像用过。天平出来了，要买天平吗？有真正的龟派气功，水之波动领域。坚定防卫者的效果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打吗？哇哇哇！水流波纹，不是这个吧？是。水流射线。没有啦，我问观众。好，你先忙。打完了，打完了。那个守坚定守卫者是什么？水波纹。前面你用基本招就打赢全部了。没有啊，我底下有那个啊。还有写攻略的。不，还没啦。功能加攻速。我那张图底下有啊，那个在那个教堂那边那个。像我招式怎么就越来越烂了、啊？哦，不过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我打得赢的本的吗？你是说这个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第一个不是风那个机一开始就拿到的东西。对啊，我除了那个我除了冲刺之外都有强化过啊。我觉得这重点在于说那个啦，那个道具我才是我打这次打赢重点。有很多好的东西啊。嗯嗯，因为我有吸血鬼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然后我有。我有那个，我有武士刀，我有那个四叶草。然后我又有那个冰冻的精灵，被冰冻。然后我有那个，然后剩下就加防御的嘛。然后转换的那个什么报酬什么的。然后码头也不错啊，码头那个你加跑速啊，加跑你那个立刻跑速会很快。那个可以赶快跑走，对，可以赶快增加开始跑起来。对啊，跟我之前英雄围城一样。嗯，我觉得起始的话，就是最好是带那个、啊。我倒也可以试试看其他。跑一下，跑一下，跑一下。一开始都会被虐爆。好，你给我上线玩。好。然后你们就下线。这个吗？对啊，真的是符合你运气要好啦，你要拿到的东西要好，就它就是你可以有基本的自己配基本的东西，可是你后期的就是看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去配。嗯，对，要看当下跑出的东西，其实就是真的是爬塔。这可以用，这可以用摇杆吗？可以。耶、yeah ！但是过关的人说用键盘比较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摇杆你那个方向性，它因为你方向性比较快，跑得比较快。好不？哇，坏死了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天啊，这不适合我哎。我都玩近战的。然后再配这个路、哦，水的很可爱，水的普攻都超可爱的，这个水的效果到底太猛了吧？嗯，没有，这是火焰那个加攻速的啊，那个超快，那个超狂，再加水的这个，对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反正你先，你有没有火的普攻？有啊，火的普攻是大范围的，然后你再加攻速。干那个是伤害真的爆干，那也可以用这个啊。对，可以。不是，无敌了。怎么了？我在看他干嘛？大地加那个吗？回血，就一直推开嘛。痛。玩玩你的键盘很。68，你的空白键啊，团。哦，等一下。不过大地的伤害很稳哎，就是固定16、18而已。充能搭十拳搭盾，哪个盾啊？什么盾？周围一直绕着那个盾吗？搭盾招，看你是什么盾，应该就是周围的
应该他不是周围，应该有一些招式是可以放盾的。一轮很戳吗？我觉得还好，让你降低步伐的人群。感谢猫币吗？我觉得他不会雷啊。我的龟派气功，我又看到你啦！降低已触发冷却时间，并使用抛击敌人的速度。先赚钱。多使用的话可以降低，我觉得是还。225，225，不休息吗？差不多了吧？啊，休了啦，不休息。团团不休息喽，等一下换团团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换团团台喽。我要接力。等一下换团团台。矿主接力赛，阿米狗版。接错招，这大招我真的比较喜欢风的。小 Ben 的意思吗？小 Ben， 小便，是小便。帅啊！什么 Ben 啊？哦，好哦，哦，天，巴比伦的天平偷跑偷这么多哦，好扯哦！偷什么？跑速啊！对啊，很多哦。而且他是用偷的，表示敌人会减速。那时候就是他在我的 L1 那个技能的时候，那时候觉得很开心。可是观众说那是雷刀啦，就会吗？我是觉得你要看你怎么搭配啦。就可以降低跑速嘛，拿来做一个波逃或是牵制的技能来冒用。其实那边在台风，哦是我，我突然做第一滴太强，台风，秋风，秋风。深夜台蛮欢乐的，还好啦。开车，开车，你是要开车啊？我听到了，有人想开车啊？想疯了，想开车了吗？加暴击，反正我没开台啊，被编的不是我。奥数攻速上升，奥数。因为你的头发。那是基础，因为你基础普攻攻速的上升啊，其他的不行。因为头发很难换，那是基础。哎呦，嗯，我刚刚也是这样讲，我刚刚也是这样认为。嗯，所以你的意思说喵哈喵哈要再努力一点吗？加油好吗，喵哈？加油好吗？那是基础。抓不到码头哎、欸，连码头还不错哟。码头真的。